哎，这边怎么还有线呢？哦，怎么又来一只啊？刚才看了一个红的，又来一个白的。哎呀！这里边还有报纸呢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？哎，好像是那个，是不是那种婴儿床呀？看外边还有蚊帐啊。哦，这里边也有设备啊。看这个钟表，永远的停在了6:20。哎，这上面怎么还有脚印呢？看上面都已经生锈了。这个也是一台麻醉呼吸机。这个床还是电动调节的。嗯，这边怎么还有纸呢？哎呀，在这里边生火，可是很危险的。这什么呀？这些机器都看着比较新呀。看这个橱柜里边还有很多这个，应该是一些工具吧。看这些，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呀？钳子吗？有没有知道用途的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看这些，哦，下边也有呢。嗯，看这一个，这是一个，哦，一个钳子好像是。试一下啊！哎，还挺有劲儿呢。看，这个劲儿还挺大的。有没有知道用途的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婴儿床。外边呢也是有蚊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应该也是放这个婴儿的，它可以保温。啊，上边写着呢，婴儿暖箱。这里边也是渗水了，看这个墙皮，因为长时间的渗水也都已经脱落了。我们再去另一边看一下，说不定已经看完了。哎呀，看一下这个墙皮，因为渗水也全都脱落了。哎，这边怎么还有线呢？哦，怎么又来一只啊？刚才看了一个红的，又来一个白的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有没有知道的？哦，一直到那头呢。看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看看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哎呀，好可怕呀！太可怕了！哎呀，这个墙皮啊，这个地方渗水可能比较严重，全都脱落了。这个墙皮，